包给人家，快点的。我哪有钱包啊？刚才就咱俩，不是你拿着。那个大亮，大亮，那不是。你咱别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我这赶飞机有事儿，赶飞机呢。我人家赶飞机，快给人家的。你赶鸭子，我也没有啊。哎，没有吗？你翻啥？这有瓶矿泉水，你要不？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样，您把我那个钱包里的机票还有我身份证给我，钱我不要了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侮辱我啊的人格？小姨父爷爷，你在侮辱我们俩的智商。啊，不是，刚才我是不是给你了？你啥时候给我？你拍完照，我说我上次。哎呀！哎，小姨夫爷爷啥意思啊？你别跑啊！我掉厕所里了，我花地三尺也给你找出来。哎呀，你说我今天这倒霉劲儿了，你这不钱包找着了，掉厕所里了。本来今天我就赶飞机着急，那钱包丢了，想打个电话，手机还没电了。哎，哎，张总啊，你再说一遍，钱包丢了，手机没电了。我这充电宝，充。哎呀，不是小倩，你没事带充电宝干嘛呢？我呀，得保证24小时开机。小米粒随时能找到我。哎呀，哎，你跟小米粒关系咋样？还挺好。你看看，冲上就来电了吧？来，我马上接一个。哎，张总，你总算开机了。谁呀？是咱们社区派出所的李所长。啊，刚才有个人呢，捡了个钱包，找不到人，就交到派出所了。我一看钱包里啊，是你的身份证，还有机票。这飞机起飞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啊，我就来机场等你了。怎么没见你在这儿啊？刚才机场广播好几次你的名字，也没人应。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李所长，谢谢谢。不是，检查我钱包的这个人是谁呀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人呢，也没留名，也没留电话，钱包拿到我们派出所就走了。啊，你赶紧来吧，我在机场等您呢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我赶快赶到机场去啊！你等我啊！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这好人，咋的？行了，小圈。我那个钱包找着了，我赶紧走啊！你得了啊，跟你那小姨夫爷爷说说。哎，你先别找，等会儿啊，不可能找着啊！找那怎么能？哎，那个大亮，我那个钱包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是啥味儿？这么臭啊！臭的我都上不来气了，掉最里面那个茅坑了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捞啊，哇，我头差点掉进去。不是，那个。大亮，我这来不及了，我快点说啊，就是我那个钱包啊，跟这个就是有点像，是吧？但是这不是我的，它比我那个旧。这泡半天了，当然旧了，快打开看看，找没找到东西？不是我的，我那个钱包人家所长找着了，在机场等我呢，这不是我的。人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你来来来，我给你开开，你就嫌脏。我不是，你看啊，哇，哎呀，你看、啊、这里面还有照片呢，这不，耶。这好像是小米粒儿啊，甜蛋蛋。哎，这小米粒儿的钱包吧？不是，小米粒儿钱包是红色的。我看看，你看，要不就甜蛋蛋的？那肯定甜蛋蛋的。你看，这跟小米粒儿的结婚照吗？这是甜蛋蛋。甜蛋蛋，你偷摸的和小米粒儿把结婚证都领了。小米粒，你不能跟他结婚，不能。那个大亮，我得马上走，我赶飞机，我真来不及了。行，人等我呢啊。那个小倩，像个男子汉啊，别哭哭啼啼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别在小米粒那棵树上吊死。不能，那你吊死吧，吊死吧。这人你说一天到晚了，人家这个田笨笨钱包找不着，人家急得直上吊。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不打。钱包不给他，我来打。喂，笨笨啊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啊，行了，啊，我捡着了。对，我在小广场等你呢，快来啊！铁子，田笨笨呢？啊，田笨笨。那行了，那行，一会儿那我得走了。你不能走。哎呀，我赶飞机呢。过吧。啊？他干啥呢？锻炼身体呢。待会儿田笨笨来了，他不得跟他拼命啊？他拼命，我拆不开他俩，你得帮我拦住他。不行啊，我这来不及，打车呢我。不是去机场吗？啊，待会儿我开车送你，咱走近道，没问题。啊，那行那行，顾哥，顾哥，哎，不行啊，
松劲儿。好，等等，听我说。别别，那个，这是你的钱包吧？哎，是啊，对。哎，我喂，等我走，郭哥，这啥味儿啊？这么臭呢？你掉酸菜缸里了啊？你啥时候你不小心掉酸菜缸里？停问呗。哎，我跟你这个酸菜缸拼了！酸菜，你偷摸的跟小米粒把结婚证都领了。哎，拦住他！你拦住他！哎，郭哥，哎呀，我老天疯了！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照片是咋回事？这个啊，你说话呀！哎呀，我不是喜欢小米粒吗？我就一厢情愿给他 P 上去了。不烦人你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P 的 ，P 的，假的，假的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P 的啊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哎，都没事了啊。P 的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啊，这个。哎，站出去！照片不撕，来吧，你没完，来吧，来吧，出去！哎，来吧，我告你啊！啊，钱包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完璧归赵，赶紧走。行啊，王倩啊，我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赶紧走吧。你才是女的，你。郭哥，谢谢你啊，王倩跟你没完啊，没完就没完，我怕你是咋的？